多少人和我一样，把最爱的人放在黑名单里，然后一边在放弃，一边又在等待，像个病人一样停留在原地。忘记一个人只有两种办法，一个是心怀，一个是时间。我全世界是因为我曾痛的事情，没人能代替的那种。放下那个放不下的人要用多久，握紧我的心对思念说，要一世一生。放下那个放不下的人到底还要用多久，听我的眼泪对回忆说，心已经失了控，这辈子忘不了了。一个是心怀，一个是时间。我选时间是因为我曾痛的事情，没人能代替的那种。放下那个放不下的人要用多久，握紧我的心对思念说，要一世一生。要用多久，我听我的眼泪对回忆说，心已经失了控，这辈子忘不掉了。哦哦哦，放下那个放不下的人要用多久，握紧我的心对思念说，要一世一生。放下那个放不下的人到底还要用多久，握紧我的眼泪对回忆说，心已经失了控，这辈子忘不掉了，忘不掉了。